嗯，气色看起来不错哎，有乖乖的吃药跟锻炼吧？有啊，康康可听话了，吴迪姐姐，我都想你了，我也想你了。康康要吃的药妆的这个包里了。好，康康要好好的听哥哥姐姐的话哦。知道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再见。欢迎光临，再见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哎。 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还在为澳门的事生气呢？我不是为你好吗？没有啊。再说没有，看到我掉头就走。不是你说作为你好哥们的我，是不是不能看着你羊入虎口？真劳烦你操心了，我跟我男朋友啊，好的不得了。 他这就是要来深圳，要不要请你喝一杯啊？他都送上门来了，那你得小心人财两空啊！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，懂什么假女友的把戏？你以为于阶在你身边，你就能掩饰在无敌和萧默面前孤单寂寞冷了？幼稚！哎。 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啊！别在我面前跟我班门弄斧的，自己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，还好意思给我做场外指导，太好笑了。我告诉你，夏三岁，少玩弄这些假女友的把戏，特别幼稚。我乐意，管得着吗你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失恋别让我哭。开始了，吵架呢，卖你这咖啡。 卖那么贵，到了。那这样吧。 你带康康到处转转，我先去趟办公室，一会儿来找你们。好，OK。啊，一会儿见，康康。嗯。嗯。康康，姐姐有个惊喜要给你哦。惊喜？嗯。什么惊喜啊？但是说出来就不算惊喜啦。吴迪姐姐，你就告诉我嘛。好，懂的。那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这个是仲夏航空飞行员的徽章，每个飞行员都有的。 我胸肌长也有，对啊，胸肌长也有啊，所以这个送给你，以后你就是飞行员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吴迪姐姐，不用谢，我先帮你收着啊。嗯。走，我带你到处看看。好。康康，你看，嗯，好多飞机啊。嗯，这就是姐姐平常开飞机的地方。这个是我平常开的。好漂亮啊。很漂亮吧？ 嗯，你看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螺旋桨。对，好聪明哦，这是螺旋桨，这不只是只有螺旋桨，这里面还有发动机。康康，你看啊，这是发动机，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机器？哦，我们有时候就会把这个盒子打开，里面就是发动机，可以修。哦。然后你知道这是什么吧？机。对，就是机翼，可是它不只是机翼哦，它还是油箱，因为你看这飞机很小。 那么油在哪里呢？油就放在机翼的里面。你想不想坐坐看？行。好，走，我们去坐。但是你要小心一点哦。好。踩这个。嗯。对，小心，小心。一会儿我跟你萧木哥哥带你飞上天空，好玩吗？好玩。无敌。
我们两个都不是康康的监护人，有什么资格把他带上天去？康康是一个病人，会晕会吐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康康很喜欢飞机，而且他现在生病了，我不好意思拒绝他，他就上去坐一下而已啊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你不乱给希望就不会有失望。 康康是小孩，我们不是，我们能不能用成年人的脑子考虑问题？我不飞了，小莫哥哥、吴迪姐姐，你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吵架。康康，你现在太小了，等你以后长大了、病好了，姐姐教你开飞机，好不好？好，真乖。 康康，你看好了，现在是左倾30度。哦，这个就是肖莫哥哥在上面那边，在开飞机的样子。喜欢了，你现在看到就是你看到的，很酷吧？右倾15度。 怎么样，帅不帅？